王这个很特别哦。欧阳询的王亨展非常特别，写的都好短，然后重点它的间隔还不一样长。一般我们王三横都会写一样，它没有。好，这两横都短横啊，比较细。然后长横，不要说看不到哦，还是要做那个动作哦，不要以为看不到，这个还是收前面还是要起笔哈、哦。然后短的横画，好，那虽然是短的横画，但比他们来讲还是长。好，所以这个王其实理论上它这一横很多笔画在生长，但它没有。然后这个间隔也不一致哈、哦，它上面比较宽，下面比较窄。那从侧面来看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王上面起笔短短的就收笔，好，写字帖的时候，他写短你就写短，他写长你就写长，好，一开始学习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横画起笔压转下来变直画收笔，然后这里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短横哦，不是很长哦，好，不要看到横画就很兴奋拉很长，王。